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台北市的無障礙餐廳，程式愛的米其林，主要分為好餐廳、好團隊和好方便三個部分。而好方便主要提供了台北市公共交通資訊，包括了捷運、公車、計程車，甚至乎復康巴士。而每個箱裏面都提供了更加詳細的資料，方便大家查閱。好似捷運方面會提供了詳細路線圖啦。亦都提供了如果是揸車轉乘捷運的停車位置。至於公車方面提供了動態資訊，亦都提供了公車轉乘捷運的資料的。至於如果是自己揸車的，亦都提供了台北市的路面資訊、即時交通情況的，亦都提供了計程車的資料，方便大家去 call 計程車，甚至乎停車場的資料都提供了的。咁再講餐廳啦，佢主要是分了以輪椅啊、手杖、視障、聽障人士，亦都顧及到嬰兒車同孕婦嘅。咁餐廳主要初步咧係以名稱同地方去表列嘅。咁而選項裏邊咧，會見到係詳細嘅餐廳簡介啦、相片啦、營業時間啦、消費啦，甚至乎最重要係個無障礙個報告同建議嘅，亦都可以連結到地圖提供個交通導航啦。方便揸車人士嘅，而都以餐廳形式分開中式、西式、複合、異國同埋甜品。咁亦都係入去之後，亦都係以餐廳名稱同地區分表列，亦都提供咗餐廳簡介啊、其他詳細資料嘅，亦都可以由捷運路線選擇。多方面的性選擇，方便大家作出更加合適的選擇。至於好團隊是介紹了愛的米其林計劃的目標啦。亦都介紹了我們所有超級特派員的分享。最重要是那個訪查無障礙餐廳的標準，怎樣釐定無障礙餐廳呢？這個是詳細告訴大家知的，也都有各個媒體的報導。合作夥伴的資料和分享，基本上來講，個 software 都幾順暢嘅。咁我一路用嗰陣時咧，都冇乜點樣阻滯嘅，可能主要係個網站問題啫。如果有少少阻滯都係，咁亦都可以喺版面度咧，按嗰個圖案選項，包括輪椅啦、手杖啦、視障啦、聽障，甚至乎設施好似無障礙廁所啊、無障礙嘅停車場去選項你所需要嘅餐廳嘅，咁亦都係會直接上去翻嗰個餐廳簡介。我係覺得米其林係一個成功無障礙程式軟件，係適合喺而家喺大家普及嘅 smartphone 度係極之好用嘅。方便了大家出外用餐的時候可以得到所需的資訊。他除了提供個餐廳介紹，也都詳述了訪查標準，令大家明白到什麼叫無障礙的餐廳，或者我們所需要的標準是我們所需要的是什麼。而多方面的網絡連結、認真用心的團隊的貢獻是值得稱讚的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，歡迎大家去 Google Play 下載。多謝。